好，现在我们来做那个三楼的阳台，好，好，三楼阳台现在在这里哈，好，它应该是延伸这个直接长出来哈，好，我们先把它移出来，好，量它的尺寸，里面怎么还有一个？好，没关系，好。里面这个可能是多的，好，所以这阳台凸出来130，啊，高180，哦，厚度是20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照这个尺寸，我们先从地面上来做会比较好做。啊，130，180，啊，进去20，啊，再过来，啊，到底是180嘛，所以我们160，啊，这边到这里，啊，让电脑去跑一下，啊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对齐，好了之后。哦，上来，我们量一下这个尺寸啊，是510，510，好，旋转，啊，好，一样转成元件，建立，啊，它要对齐这里，好，所以我们这里先画一条线给它好了，啊，因为这看不到，先画一条线，好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去对齐它。好，我们先不要对齐，因为我们先做三楼的这个门框，好，落地窗。好，所以这个落地窗我们量一下，356，好，高是328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。终点，哦，我们刚才画的这个是终点嘛，哦，一样要把它开启，因为我们要转曲成曲线，哦，这里找不到终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这边先画一个。328，哦，所以这里会有一条线，我们直接这边画一条线，啊，这里就有终点了，好，终点356除以二是应该是288嘛，278，不对。178，对不起，178，啊，就这样子再画过来，一样，就可以再画356，对吧？所以这里就可以画出来，好，这里把它擦掉，擦掉。这里让它进去，好，这里就挖洞了，挖洞了之后，好，换这边要做这个门框，好，门框我们就用
三五六点到点哈，点十，好，凸出来。好，我们先坐在这里没关系哈，先凸出来十，啊，好，再把它往下。啊，这里我就先目测了，好，我不量了，啊。现在可出来了，啊，再来，到这边，到这里，啊，三二五，到点十，好。那要往后了哈，你在拍照吗？我在录影呢，干嘛？陪我。我在用东西，糟糕！哦，我刚才忘记把这里转成曲，所以转成元件了哈，我刚才忘记了，所以我先转成元件。因为我等一下请电脑帮我做哈，所以我这里应该十，现在颠倒过来啊，因为我拖拉的方式不一样。弟弟，你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好，现在哈，我这里要去对齐这里哦，所以这边一定要从这里开始。啊，对齐这里。啊，除以三，哎，不对，除以，等一下，再来重来一次。除以四，哦，OK，所以这里就做好了，做好了之后，好，我们用这样子拖拉，哈，只有被包围的才会被选取起来，这样子，啊，所以我把群组或是转成元件建立，OK，好了之后，我要往内，啊，稍微内砍，在那个墙壁里面会比较好看。啊，现在到十了嘛，我就用数值来移动15，啊，所以它这就砍在这里面，好了之后，把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围墙，对不对？阳台把它放上去，好，我用这个中间去对齐这里的中间。好了哈，对齐好了，对吧？对齐好了，好，再往下移，刚才应该是350、325吧？好，应该是320，好，所以它现在卡在这里了。OK，所以是三楼的阳台就做好了。